好的，比赛开始。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4四幺票春季赛季后赛的比赛，对阵双分别是 W 和清酒来到双方 BO5 大战的决胜局，直接压，上来就给你搏命了。但是哪边能笑到最后呢？这边清酒暂时只有一个人数的优势，同时车库内的月还有人头进账，包已经掉了。开局上来第一分，在原点直接被定掉，第一分就要上态度了，直接就是压，拿出气势来。看爆头呢？哎呦，这密密麻麻的全是枪线啊！这真的被穿残了，已经是，这怎么办？这只能等一会儿。这硬着头皮上肯定是有点难的。秦九这边说白了，这个开局第一分直接挺，也是挺吓人。这一枪是带着点预判来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对方第一时间过的时候是贴墙，慢慢出。这样的话，秦九是通过一分的非常规啊，拿下了决胜图的第一分，没错。这我墓还没爆完呢，双方打完了呗，直接冲了。秦九这边担任保卫边啊，我们再看一看没有 QBZ 的情况下，那枪械的一个选择，还是 Scarlett 占据到了一个上风。对的。一颗雷先喂过来，哎，稍微炸了一些血量啊，接近四十血。看到英俊下来了，应该是。啊，要找吗？啊 ，KOI 直接跳小横杆给林业抽了。阿伟也有点发现，一颗手雷喂过来 ，KOI 也是掉了半血。是。鹦鹉在，手雷来了。英俊就是横前点啊，仗着有烟雾弹，我就是可以站大马路。但是帅风把雨墨给打了，啊、他在 A 大蹲起给雨墨，这是雨墨是狙啊，他应该是去鹰眼上了，或者是鹰眼半段的位置。哦，那应该是的，那是有可能。回过头来想把玉这个点位也甩掉，一颗雷炸了一点点血量 ，A 大要直接上，来了，二楼道具给上。一楼的话，步枪手也铺开了身位，脚下的位置其实没有说清得很快啊。二楼的方向玉还在拖，这二楼玉这个位置又给人血量耗残，子弹都打光了，队友什么时候到？二楼这边队友呢？爆筒一狙直接拿下了对方最后一个人 ，WE 也是拿下一分。这其实玉，我觉得他在包点内做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，但是队友全倒了，因为爆童这边在这个A 大上来的一个位置也没闲着呀，要提，直接提，要提了。雨墨这个方向赶紧把信息回馈给队友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啊箱子后，这个箱子后应该吴雪龙吃道具了，对，正面吃闪了，没有办法。这边帅风和林业各抽一个，雨墨呢，知道你窗口可能会出来。两边又找时间差，再切回主武器，空中又下来了一个叠罗汉。我的天哪，两个人上来给你上演一手杂技，你怎么办？直接给雨墨看呆了。是，还有这种操作，打着打着合体了是吧？难受，真不漏啊，真不漏，真不漏，就埋着头，根本看不着。兄弟，我能满吃一颗雷，不带死的。战斗结束，这边前脚刚漏，林业一枪一刀，2-1。节奏挺快，是。下一分要提酒吧了吗？看这个又要顶啊！请酒也要顶，你把节奏提快，那我也来。常规不太好打，那我也来非常规。说实话，打到这第五张地图，而且每一张地图都是一个几乎拉满两张加时的一个情况下，对于两支队伍来讲，好像确实现在也没有太多的心力去思考一些太细节的东西。体能消耗也很大嘛，对，把这个正面的一个状态能打出来，然后打一些激进的战术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是，大部队往前接着推，道具先给，知道你回不来 A 半区的，所以你现在只能打 B 半区嘛，你无非就是你看看要不要走酒吧桥，酒吧桥也有人在带，所以也不太着急。正面清酒已经是把枪比好了，你只能打这边，这怎么办？找一找预瞄点，第二时间。WE 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！正面就看你这道具给的满不满。隔断烟先给上，英俊和玉的第一口要主动出击，跳下来，跳进人堆里来了，反而被吴喜龙拿了一个双杀。但是小莫这个点位还藏着，有没有人发现？
直接选择主动出击，先摘一颗人头。KOI 的话也是收下了林业，最后只剩下帅风，也被小莫带走。小莫 KOI 关键时刻，两员大将发威啊，站住了。主要是包点人还是太多了。对，WE 在已知对方拿了鹰眼的控制权，而且你也没反清回去。嗯，那对方的话大概率是能够判断出来你的位置的。对，给闪反清的这个思路很好，但是没有想到一下来砸人堆里。英俊正面换一个，第二时间 KOI 被蹭一枪也先走了。嗯，他觉得 WE 应该也不太会那么快直接上。对，但现在两方队伍说实话提的速度都是挺快的啊，闪身出来，你只要一个手雷来了，一次空枪小莫就直接一组带走。哦，手雷来了，这么细，这颗雷也炸到了一些血量。嗯，还行，没啥问题。楼梯要上吗？楼梯还有烟的，不太好动。另外一边的话，三号位的小莫已经把身位拉到了这个匪家房里了。嗯，过来还想再抽你这个点，他等于现在还是能够锁你，只能打 B 半区。对，就我只要看好九八桥，你正面这个楼梯不太好上，因为一直有道具续过来。嗯，撤了。这三个人硬着头皮往上走，肯定是不太靠谱啊，这个情况。对。小莫房里边闪身时间差，有看到人那就先保命，再等一拍侧身过来，这一组有点可惜，但对方这灵性一蹲也是蹲出效果。雨墨，哎呦，赶紧回，但是林业找到机会了，楼梯的位置稍微有点卡脚，但是抬头过来也是换了一个玉再闪身出来，穿箱又带走了帅风。这波的一个穿箱往右一甩，人头到手，这个人能力再次有所发挥。上一分是通过 KOI 和小莫在包点内扛了一口，是的，这一次的话回防起来，玉又是把这一口扛住了。嗯，正面的一个道具现在前期就给的非常的充裕，现在英俊楼梯下来了，直接下来正面发现人多，英俊把这个后点的先截了一个，英俊我要混入其中了，但是 KOI 正面要全部解决了，背身绕道了， KOI 再一扭头背身也得掉。哇，酒吧这边横了一个酒保，谁来也过不了，背身根本想不到怎么英俊能在这儿呢。是，清酒越战越勇。KOI 本来说英俊帮我一下，啊，英俊不用帮我了。主要他回头打这一枪，如果一会儿的话可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放，他回头打这一枪挺玄幻的。想看被害者视角，把顶啊，就是顶，把压了已经。右边没了。感觉还没想走 ，KOI 还能收，我手感正好的时候，谁也拦不住。贴墙要过吗？他另外一边雨墨其实也在，对，撤了，收对了，人数优势建立起来了，没必要再跟你拼了。没问题，这个时候是要稳一拍的。然后小莫又把房得了，嗯，现在 WE 难受了。吴奇隆，看一眼阳台有没有人，打打提前枪。又续了一颗烟，啊？哎，镜里边照了个相，拍了个大头贴就走了。A房在右边，他们站得上。桥头举报。A 房一个，南门吃不了，他说。有小莫。现在近点左边。闪身，贾静一直在架，但是你刚看到人，对方这枪也到了。雨墨就一直在架呀，因为他只需要看横道就好了。嗯，正面那个二打五怎么办？两杆步枪，双方人都在场的情况下，这过点就是个问题。哎，摘一枪头，但问题在于那小莫就要动了呀。哎，有没有看到小莫？小莫已经钻家里边了，然后 KY 也被打头了。贾静上来，这个残局还能盘吗？吴奇隆这个残局想盘，得看小莫。帅风还把玉给打了，这个残局盘成二打二了。小莫这个位置可能对方不知道的，对方会觉得在房里，完全不知道的。然后，紧随其后了，听到了，这个位置蹦了一下，小莫背身，哎，背身摘了一枪头，但是没有秒掉对手，但自己还有一发手雷。哦呦，这个身位。十秒钟要赶紧下包了，他只能回去下包，原点包掉那没了，那没了，头一埋这残局有了，是，
他去哪了？来不及下包了呀！这个残局也真是惊险，这二 v 五好悬威了呀！他如果要了跟他干，那贼不好，背着出去就行，背着出去就行，背着出去。不是，听我说，咱从现在开始，咱先防压，防他阴影下，就跟他干。对，你说跟他干，然后然后他酒吧是啥？他酒吧，我觉得咱不用急，咱第二时间过去清他也行。我想的是，咱不行就报 A， 他守不住，咱两分都是打 A 拿的，咱就干他 A， 他三个人也守不住啊，对吧？他前面是一层一个，白房下一个，他这个站位，我觉得咱可以第二天进房里突白房。他这个站位。他一楼站着呢，地。对，他有一把站那个一楼。你走一过去穿他就完了。小心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好了，做好了。现在只有 A 了，因为他 B O A 一直刷他，他不一定赶快了，现在。楚玉，你跟我的，你是白玩一把，你是我。我现在封烟，我再去大 T 了都。对，不是大 T， 看你吧。我封完烟，我说我先往那边走。对对对，你插伞，你们得要给个烟我才能去，你知道吧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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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加油加油！给个烟我才能加油加油加油沫加油沫加油加油！嗯，回到比赛画面，来看一看 W 经过了这个长暂停以后，能否调整好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，是，以及开局的这种。防顶的措施啊，一定要做好了。现在这 KOI 这 B 区你是真不太好碰，你正面酒吧他就一个人横在这里，三杀信手拈来。对啊，那你就得想一想，从这个其他的一个位置能否打开缺口了。嗯。第一颗雷挺痛的，后续来回去给这颗雷，知道你 KOI 就喜欢站在这个位置。在这个白房的一个点位，小闪身这么蹭着看，哎，正面雷暴点铺天盖地的道具，但是玉这一口如果能够拦住，但是这一口没有拦住，没有如果的情况下，一层的小莫也只换到了一个人，暴点上的雨墨也直接被收掉，那就剩下 KOI 和英俊了，这是必须的两个人。这就像刚刚教练所说的，这 A 暴点三个人他守不住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尝试不断的进攻 A 暴点。对。现在可以说是清酒全队手感最好的 QI， 要打一个一打四的回防，是的，难度太高了呀，30秒不到的时间，嗯，有点想多聊一会儿的意思了。这个 A 爆点是哪一环出了问题？两杆步枪的话，总是感觉每挡着一口都有点费劲儿，嗯。确实 ，W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，道具是给的很足，只剩下这几秒钟的时间，也是 KOI 这边和队友交流了一下。嗯，这一局聊完之后，下一分该怎么办？3-5的比分，潜伏方拿3分，其实这在鹰眼这张地图上已经很不错了。嗯，就看这上半场最后一分，清酒这边能不能拿得下来？是。现在可不是说前两张地图了，你手里握着两分优势，现在大家可都握着两分呢。现在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嘛。对，这张地图是怎么样，谁拿下就直接可以挺进到下一轮了。嗯，而没有拿下的话，就只能带着遗憾在下个赛季了。是，所以现在双方都要使出浑身解数。这个 A 爆点的防守站位是闻所未闻啊，这么站的吗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但是我就是这么站。这包点道具还是给满，但是你想到狙在这儿吗？对，先扛第一口，你绝对想不到。而且 QI 是补到包点内了，第二时间再空中接你一个。这个时候一会儿再拉出来一个刘小沫，还是一杆步枪。是，说实话挺令人头疼的。回来再换点，这个箱子后稍微有点危险啊。是，转B区也来不及啊。关键是他酒吧这边还得慢慢摸啊。是的，我说的就是你转B区一路上的一些搜点你都没有办法去做。嗯。旋风在过路的路上，他肯定是要多花一些时间。对，也怕是什么呢？你前面刚搜好的 A 包点道具散了，嗯，B 区知道你要打。他这个 A 区重防重到什么时候吧？看看，嗯、搜点搜的已经很仔细了。
甚至看脸门里。但三个人现在手里挤不出一颗闪啊，那只能挤出一个一号位了。是，帅峰，这个时候要由我担任一号位吗？两杆狙，那不能我们俩来一号位吗？爆点过来了，英俊，这个点位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对方的动静？清酒也是想的很，就是简单了，就是我们就打一个人多打人少的回防。对，就是这个四打三，然后我们手里还有四颗闪，稳着来。这四颗闪最后一分肯定要拿到。对，这四颗闪尽可能的让它发挥出来作用。但是，一走一过，这个小细缝爆筒还能架住？加钱也看到了，知道有人。哦呦，这个拉点，挨了一枪。嗯，正面回来了以后再抽一个爆筒。宝童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吗？吃闪了，是两个人，这主要是保点在拖，两道保险、啊，背身已经要绕过来了，可以拖时间，七秒钟、六秒钟，正面这一口必须来，而且他第二个人也要打，帅峰做到了，这个残局又是这种逆天的残局，帅峰再次完成，我的天哪，哇，他最后的七秒钟的时间，他真的是大心脏，是。真能沉得住气，是的，知道先解决正面的第一个人，然后再去找那个拆包了，而且时间是刚刚好来得及。对，这今天这帅风现在已经十一杠六了，比分胜率预测给到的是一个六四开，五比四嘛，差不多。这两边都有一个大 C， 一个十杠五，一个十一杠六。嗯，嗯，找找你，看有没有瞄到。这个点他不往前走，不上不卡到那个上面，就是瞄不到。对，也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制的这种点位。嗯。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请酒多聊一会儿，然后沟通一下进攻的一个思路嘛。对，攻守互换刚回来，肯定也不太敢，就是着急打一波战术。是，再砸一波这个白房的雷，看一下第二时间的动作吧。啊，你埋头我抬头，世界名望。哎呦，回来给英俊这颗雷可真是喂不少血呀、啊。英俊这个表情有点沮丧，他等着砸道具呢。箱子后主动出来，直接被秒。KOI 这边也是直接把林业给抽掉，中门这边也是传来捷报，各点开花，只剩包点俩人可以转币了呀。是，遇这个点位没办法，他走不掉了，他只能原地去拼一拼。这个时候如果扭头直接走，那才是白给。回来，接住，稳稳的，没问题。等你到我的镜里来，雨墨。哎，我在这儿等你有点危险，万一有时间差怎么办？我回到酒吧窗口再看你一眼。没事，反正退友这个时候已经进包点开始下包了。是，你们帮我带眼伏底，伏底确定没有 ，OK， 我这个地方就不会盲点了。一轮打他们一样，他酒吧不清不会爆雷的，你懂我啥意思吧？老弟，嗯，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嗯，你说，你继续说嘛，你先说。对啊，就是这个理念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就他 A 大夹 A 这个东西，他暂时不会用了，你们就正常赌，他酒吧不来，你们就赌中，就赌他中路。你只要不死就行。我们让他主从还是要怎么做的？就是阿伟还是在。我在加外，我们两个点。嗯，可以。酒吧请我们能不能拿出去吗？要拉吗？拉出去就好吧。然后就要请我讲啥？战斗结束，完成任务。以后再。小心闪光。嗯，那可能是要顾及酒吧那边的事儿吧。对，我猜应该是要说这些。嗯。比分呢是来到了六比四，清酒通过上一分的一个运作，是成功的拿到了本回合的一个胜利。主要是上一分的一个各点开花，也是确实清酒这边打得不错。嗯，而阿伟目前的一个战绩不尽如人意。蓝门出来直接拐横道，横道要怼着包点走，爆童先收了一个，但另外吴喜龙是掉点了。爆童这个血量也被耗得非常惨 ，KOI 来到近点，手枪直接一发给带走了。帅风刚补回来，自己也是掉了半血，手枪 KOI 直接是收掉了帅风，空中又是收掉了阿伟，空中一甩 KOI。玩的真帅，阿伟是直接人头到手啊！最后雨墨也是断掉了回防的一人，这一分一分的速度提快 ，WE 可能有点招架不住啊。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要那种不留遗憾的打法了，对，就拼了，拼了，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，已经是最终的决胜图了，都已经拼到这种地步了。假如你再去做一些常规的东西，
我觉得其实意义有点小了。对，主要是现在给阿伟打的也挺难受，目前的一个战绩给兄弟打超鬼了又。确实有点难，得找一找手感，看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醒过来吧。现在三分的差距啊，嗯、已经是压在 WE 的身上了。是的。WE 也是换了一下造型，哎、嗯，你之前用过，我这次也用，看看究竟好用不好用。嗯，一号位的爆筒是在偏向于海边的方向，然后的话，步枪手是架在蓝门的位置，然后蓝门是非常着重的一个防守。秦九现在也防啊，秦九现在在防什么？防你这一些单点位的一些动作，这种前点的，嗯、这种自己的一些小探点，是藏活。第二时间往哪打，此时此刻对于青九而言就至关重要了。是。现在机会还都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上的。嗯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都没有到最后一刻，谁能够拿下，还有未可知。过来排点，这一次雨墨没有手软，但 KOI 这个位置也被爆筒给排掉。然后应该林业的这个视角能看到比较多的人吧，正面要过点了。烟雾弹也给上了，包点已经到人了，两边这个身位能拼得过来吗？帅风先是穿板收掉了英俊，后续对方的一个反闪给的太多了，玉这个点位怎么办？侧面的人并没有过来，玉靠着这个板也是收到了阿伟。是的，小莫是帮他接住了帅风嘛，所以正面的话玉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安全一些，但是这一枪没有能够甩过去，吴奇隆收下雨墨的人头，两边还是一个二打二，一边是两把步枪，一边的话是一把聚义感步枪。小莫主动出击，收掉了爆筒的人头，回来也锁定了吴奇隆的位置。知道吴奇隆点位在哪儿呢？后续就好办了，闪身过来，先给你蹭两枪。闪身蹭你，另外一边可以拖你，正面背跳过来，知道你位置，遇我再抻你一手，真难受呀，吴奇隆。这可怎么办？也拆不了啊，两边就这样一直疯狂拉扯。这一拉一扯，给吴奇隆真的。我好像我人分成四块，我两块管玉，两块管这边小莫，只能原地踏步了，前进也不是，后退也不是，比分来到8-4了。晴九已经是四分的领先，现在对于 W 来说已经是陷入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。这个时候九八又是一个加速，但是林业拿到首杀，拿到双杀，谷底的位置还能有收割吗？阿伟正面也扛住了吧台的这一口。知道有人上去了，包点掉了，吴喜龙也把 KY 的人头接住。雨墨手枪，一发收一个。吧台会给机会吗？感觉难啊，已经锁在酒吧内了。闪身，背身过来，正面再来。这正面第二时间来的速度确实是比较快的，没有给到你开第二枪的机会。对，而且主要也是第一时间。从这个酒吧入口过来的人直接一枪捅了，慢点慢点。这个时候8-5，说实话双方的选手应该都是已经有一点点的激动和紧张的状态了。是，我去拉他苗呀，一边是胜利就在眼前，另一边也是深渊只有一步之遥。给了，对 W 来说，现在还有容错。是的。大体下局了吗？我要去了。但是不多了呀。给。大体下局，没去到了，没去到。我想。对啊。我说，现在就九华桥一个，现在就来。知道了，把枪稳住，加油，我们更紧。打哪个？中路阵地，来来来，我上去直接打到九八桥了。好了，嗯，等一下，小心近点啊，好了，小心近点。幺了，等大巴，等大巴来了。道具给，这一手双价位怎么说？吃白了的，加钱还有人。正面一组压枪，帅风也是拿到了玉的人头，正面还要过点，另外一边帅风要混入其中吗？此时此刻，林业在加钱的一个位置是直接一狙带走了刘小莫，现在只剩雨墨和 KOI 的一个二打三。两边还在阵地战，晴九剩下了两杆狙，另外一边的话也有两杆狙，还加上了帅风的一杆步枪。第二时间，爆筒在后殿帮忙聚集，这个侧身应该是 KOI 先看到对手的。是的，雨墨也在附近，一打二。来抢身位，林业已经补到了海边这个方向包点内，帅风一直是没漏点的，
直接被帅风收下，原点也是给了一枪脚，然后近点帅风直接补枪拿下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 WE 在对方来到八分的这个节骨眼上是接连的扳分，是再追一分，8-6，曙光永远把握在自己的手上，希望是自己创造出来的。现在火苗苗头已有，能不能让它燃烧得更旺？是的，两支队伍都是为了变成自己想象中更好的那个自己，在朝着季后赛的下一步而努力奋斗着，做着准备。现在8-6的比分，两边还有2分的差距，看一下清酒能否率先来到赛点，还是说 WE 依旧还在追分。现在分数的压力，嗯，其实已经有所缓和，是，但这口气儿啊还没有完全缓过来。对，毕竟还有2分的一个分差，像一柄利刃悬在 WE 的头上。现在 WE 又是变换了一下 A 包点的防守站位，两杆步枪手，二号位的吴奇隆和四号位的帅风更贴到前点的方向。听一下这边清酒的局内交流。刚刚堵的这把还能堵蓝门吗？这个就啊，第一把插眼是林燕在那个桥桥左，没烟了。来不爽哥，我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玉，来走。我看窗口，你们小心近点就行。牌都掉了，小心点，牌掉了，玉墨。封烟，封烟。回来打 A， 等死亡视角过了，然后小莫这个位置不走的，小莫这个位置继续要给压力。是 ，WE 的大部队已经被调动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小莫也没着急，正面要不要给点动静 ？WE 其实站着不动是不行的，这个位置有点被动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暴童已经回到了 A 包点内，提的速度得快一点。暴童先收了一个，是的。二楼他没有着急，一楼的话队友也在赶回来的路上，但是二楼先掉点了，一楼过来的帅风也被雨墨一颗手雷带走，吴奇隆收下小莫的人头，两边变成了一个2-3的局面。这个时候 C4 已经安放完毕，来看一看这个残局怎么说。阿伟先抢到近点二楼的一个位置，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有一个背身的机会，盲点了，但也只剩他一个。这个情况下他知道两个人的位置，第三个人没有带走，雨拿下了这一分，帮助队伍率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。哇，阿伟真的是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，但关键时刻的玉枪法过硬，回头翻秒。是的，现在对于 WE 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了。是的，现在要拼尽一切让自己不留遗憾了。其实对于每个选手，我觉得他们在职业赛场道路上可能都充满了遗憾，充满了不甘，但所以不妨就带着遗憾去体验比赛，带着热泪前行。那我们也都在寻找着这个世界上更好的自己，而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痛苦、崩溃、绝望，可能也是他们正在一步一步成长、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。那就看在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上 ，WE 会给我们交出怎样的答卷了。在面临到目前有3分的差距上 ，WE 能否继续将比分往回追一追？压力如万重山，现在卡在 WE 的肩膀上，扛着这几座山前行，还有机会。如果能够连续扳分进入加时的话，一切还有可能。但清酒会给你这样的可能性吗？道具已经铺到了包点内，帅风白房的位置能不能有所收获？先拿到了一个人头，第二时间拉出来也拿到了一个，脚下还有人，他没有着急。第二时间出来拿到了一波单局的3杀，三杀到手，只剩 KOR 和刘小莫。现在 WE A 包点的这个防守啊，已经是把防守的强度给拉满了，人员的配比也占满了，是2-4的一个残局。2-4对 KOR 和刘小莫来讲也很关键，非常关键，能够把握住机会吗？清酒这边还能够再创这种人少打人多的奇迹吗？40多秒钟的时间，正面 KOR 一点一点的在排， WE 也是不敢给对方过多的机会，我就直接打这种4-2的回防，我就等着这种你下完包以后我人多打人少。是，确定你的身位包点最起码是有一个。好了，现在第一时间 WE 不着急，但是原点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正是 KOI 去发挥的一个机会。那就要看一看小莫和 KOI 两个人的选点如何了。
KOI 是来看背身的，小莫是来扛正面的，正面这一口能扛得住吗？正面火力太多了，只剩下 KOI 手枪换了一个，再一个大跳过来，自己的血量非常低，也被帅风收下。是帅风也是单局的一个四杀，帮助队伍再扳一分，比分来到了9-7。来听一下清酒的长暂停，把枪打住我就行了，别丢道具了，为啥咱还丢道具啊？哥几个咱前天做明确一点吧，前天就这个情况对吧，然后这个东西别打了，好你要说真的咱第二时间就到床了，都玩完你到家就打死，不是我还是想打蓝门，你们那个走快点行吗？就是那个烟要么就先丢伞丢烟，然后有点慢，然后你们老们得上去往上冲，是我跟你往上冲知道吗？我打，对，就那一下呀，就那一下，别抱有敌的时候你就先想了，知道吧？不能靠着了。我觉得要么这么打，要么就是还是轻臂，轻臂怎么轻？就小心近点，他们两个人。反正他咱聚他那么多把了，他这把还是一个人，这把换机枪搁这儿了，还是一个人，他还是一个人。咱把枪拿着行吗？把枪。他是横道家知道吧，反正你们把这个搞明白，他冲到酒吧他有可能 A 大一波，只是能他如果他不清酒吧打 A 几率小，你怎么这么认为他有一把清完酒吧回来打 A 的，但是咱现在不管他 A 大夹 B 其实也是打 A 嘛对吧，就是在咱们的视角里就是把这个防住就行，阿龙别乱点了，感觉就是我留雷的好，这个长暂停聊的差不多，回到比赛画面，主要的话秦九叫这个长暂停还是要稳一稳军心，是的，此时此刻自己还手握两分的一个赛点机会，优势还在自己手里，嗯，就看看能不能把握住了，是的，而另外对于 WE 来说，对方接连多次的一个 A 包点进攻以及加前的阵地战其实已经有所化解掉了，嗯，这个进攻的压力对 A 包点暂时已经没有那么大了，对的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，阿伟依旧是在前点站到了这个箱子后来做前点的眼睛，而清酒这个点也是选择原地的一些空点，嗯，防你去做一些太激进的事情，两边都在等待，嗯，都在等待着暴风雨前最后这个宁静破晓的时候，清酒还在等，下一步的动作迟迟没有做出来，这个时候 WE 是率先往这个 A 大的房里面先去砸两颗道具，第二时间 A 还是回归了一个三人重防的一个状态，嗯，道具砸完觉得你 A 包点这边可能相对来说人会少一些，感觉还是想打加钱阵地战啊，想对中路动手，但这一波加钱阵地我觉得恰好是这边 WE 的一个薄弱环节啊，这个过点其实不好收过路费啊，是相当于吴喜龙在带，这是一杆步枪在带过路费，正面的这个过路费其实完全没有收到啊，那林业这个点位怎么办，林业也吃道具了，自己只能说放掉这个枪位，那 B 包点就一瞬间就要宣告沦陷了呀，而且外边还有单点可以断你啊，雨墨这个位置只要能保住命他多拖一会儿都可以，是的，但吴喜龙枪法说话，没给你再开出来多一枪的机会， QI 蓝门的方向能顶住吗，这个位置等到了自己的猎物，但是家里边也是拼了一个底儿掉，最后又变成了一个2-3，宝童的一个血量被压得很低，林业这个时候一局带走了 KOI， 最后只剩下小莫这个位置还能扛住吗，正面虽然说换了一个但自己也被宝童手枪带走，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W 再扳一分再追一分，我的天，看着这一分一分往回追，这个比分又有意思了，是现在再来一分 WE 就直接进入加时，一切还尚未可知，但如果清酒能够拿下这一分他就顺利挺进下一轮，直接可以终结比赛，是的，可以说这一分一步天堂一步地狱，嗯，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现在的比分也是靠自己拼出来的，对的，阿伟脚下这烟雾弹怎么了，关键时候睡着了，烟雾弹进水了，哑炮现在爆了也行吧，能用，嗯，还是同样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站位，3A 2B 中路放收过路费，主要是你过井家这一套阵地战和 A 包点的强行进现在 WE 我都能放得住，对，
你每次打这个类似的东西我都能防得住，你再去推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怀疑一下自己，我这样再走可以吗？听一下这边请求的局内交流，把道具捋好，把道具捋好，常规时段最后一分，我呢好胜败再次一举，给烟出还是就给闪，给闪来沟通好了道具，知道老莫跟上啊，来道具也给 A 包点满道具，这一次包点能不能进得来， QY 先拿到了手杀，白房知道有人，包点也知道有人，雨收掉了吴奇隆的人头，现在只能看看另外一边爆桶了，爆桶也被收下，阿伟过来直接是收掉了雨墨，只剩下阿伟和林烨，这一波二打四太难了，二打四来不了 CCM 放完毕了，悬崖来不了， A 大来不了，外点再有人架一枪带走一个，只剩林烨了，小将林烨的一个一v三的残局，看看他的抗压能力到底如何了，而且外环也有人在绕，你正面即便解决掉了包点那个英俊也很难再顾及背身的人了，十几秒的时间背身开枪了，但时间剩的不多怎么办，对于林烨来说只剩了最后五滴血，在命运的选择路上最后也被预收了下来，我们可以恭喜清酒